潘老师，这个洪云生这个评理啊，是个什么动作？他两个人一推手，这个过渡动作，这边一接一变化，这个动作就出来了。一定要这个地方固定，而且拿住人家的关节，拿的时候这一拿你也靠不上来。但是这个确实是有点斜，我直接拿过来，好疼的一个。哎，所以这些动作都是打对方的反关节。明白明白。加微信免费领取太极拳50节讲解视频。